大家好，我是庄晨。我是帆。啊，你看来加拿大都6年，人生啊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到了一半。我忽然间觉得呀，这人到中年呢、啊、就活成了一本书。人生是一本书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看看我做的这本书啊，是西游记啊。怎么会是这本书呢？为什么是西游记呢？你看人到中年活的这个压力也就像孙悟空天天带着紧箍咒。哎呀，家里催你，老板催你，到哪哎呀各种贷款也催着你，说压力真是压力山大呀，跟背个五指山似的，源自于生活的压力呀。再有啊，你看这人到中年啊，大腹便便，活得像个诸葛亮。那当然中年大腹啊，依然保持很好的身材。再有这个无可抗拒的呢，人到中年呢、啊、都活成了沙僧的头型，中年秃顶，是所以为什么我天天戴个帽子的原因。很多中年男人都会这样。更悲催的呀，是人都活成了唐僧，天天絮叨啊、哦、下雨了谁床单了、是的是的是的。但是最靠谱的就是人活到中年呢、啊、是离西天越来越近、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啊，昨天啊我做了个梦。什么梦？啊，梦里醒来之后啊，让我真是感慨不已啊，真说说看，想欲哭无泪呀、啊、来吧你说说啊。昨天梦见啊跟我女朋友在月光下依偎在一起，好幸福的呢。我平时的春梦和我女朋友交心这件事。亲爱的，将来有了孩子，你是喜欢儿子呀还是喜欢女儿呀？别重男轻女。我拍了拍我的胸脯对她说，亲爱的，你是我的，儿子也是我的，女儿也是我的，是我的我都爱。真会说话呀。我女朋友啊娇羞的呀捶打着我的胸脯，然后梦啊做到这儿，迷迷糊糊的呀就梦见我女朋友去医院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这梦见去医院呢，是我陪她去的。梦里啊好像是陪她堕胎啊。还梦见这种事儿？梦里啊我就梦见她虚弱的对我说，亲爱的，这孩子不是你的，我不要啊。我感觉呢那是实话实说。我怎么话说呢？然后来吧，在梦里面就哭啊哭啊，就哭醒了。哭醒了我就想这个梦啊这是感慨万分呀，还好是个梦啊，不然你的人生也太传奇了。梦醒了之后我就更伤心了，因为那只是梦，可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女朋友啊。原来你是光着呢。后来家人跟我说呀，你没有女朋友啊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女人，也可能要懂得女人都是水做的。怎么说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说女人是水做的呢？你看呐，女人是水做的没错，你往里放糖它就是甜的，甜蜜蜜。你要往里放醋，那它就是酸的。记住，是不是？你把它放到温暖的地方，温暖你的心呢、啊。你要把它放在冷的地方，它就是块冰，它砸死你。哎呦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如果你要把它惹火呀，啊，火冒三丈。那就是开一水还不得把你烫秃了皮。小心点点儿，那如果你说那会惹他生气，那会是什么呢？对呀，那会是什么呢？你看那肯定就是汽水啊。那你就得天天捧着他，捧着不能摇晃摇晃，那容易炸。
哎，你说没有女朋友吧，天天愁；这有女朋友了吧，天天也是愁，那还愁？三圈不断，有什么好愁的呀？哎，别提了，我那个女朋友呀，天天抱怨我，抱怨我啃老。嗯，啃老？你怎么啃法呀？有人还关心我呀，那拒绝不了的呀。况且我是很孝顺的，小时候不懂事儿，不好好学习，不听父母的话，学习不好。现在听爸妈的话，爸妈关心你，为什么要拒绝呀？这是唯一一个对小时候好好不好学习一个弥补的出路啊。对他跟你什么关系？我活到老啃到老啊。况且了，爸爸妈妈买了东西都会给你寄来呀，对不对？咱孩子买个好吃的给你寄过去了，然后发一条微信告诉你，孩子呀，你看我给你买那么多好吃的，记得吃啊，不要过期呀。你说我能拒绝吗？对呀，怎么孝顺父母呀，得听他们的话呀，谁让他小时候不听话呢？然后转天又来了，孩子呀，爸妈去英国旅游了，给他带点土特产。嗯，挺好，英镑。啊，这是土特产？你说这土特产我能拒绝吗？对不对呀？况且了，这家里人呐，关心家里人，每个人都责无旁贷的。责无旁贷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有责任养家里的孩子，没有其他多余的贷款。哎呀，那你说，等我们的父母老了，他们要啃小，我们能拒绝他吗？不能啊，跟那有什么关系？既然我不能拒绝他们啃小，那我们将来，包括现在，就得好好踏实的啃老啊，陪他们一起呀、啊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说没事儿，女朋友听我这么一说，她女朋友走了，跟我掰了，掰掰去，我就跟我父母在一起过了。那还接着啃老呗？呀，这成家之后啊，哎呦，我的压力也来，孩子也长大了，孩子天天的好好学习，天天教育他。是啊，然后快到高考了，孩子有一天问我：“爸爸，爸爸，高考你有压力吗？”哎呦喂，我说孩子呀，爸爸一点压力都没有。孩子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哎呀，当时爷爷告诉你爸爸呀，就说孩子啊，高考没有压力呀，咱有后门啊，咱有前程的后台，爸爸给你找了，有后门去考去吧，你就只当走个过场。所以我一点压力都没有。是呀，还有这事儿，爷爷告诉我了，他找的后台呀，这观音菩萨啊，拜佛呀。后来儿子呀又问我，那爸爸爸爸，你考了多少分呢？多少分啊？哎，我不谦虚地告诉了他，哎，你知道当时清华是多少分吗？多少分？691分。爸爸比他考的就少了一分。690？不是，爸爸考了69分。啊！但是有一天，几个孩子就拒绝，孩子跟我说：“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旁边的阿姨长得好丑啊！”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我尴尬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孩子不懂事儿。你猜那女的说什么呀？解释清楚就好了。下次得叫我姐姐。哦，孩子说了：“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那姐姐长得好丑。”哎呀，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嗯，快过去，快点给姐姐道歉。嗯，道歉了，好吧。嗯，姐姐，你长得好美。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爸爸是让你给姐姐道歉，没让你说谎。哎呀，哎，